哎呀妈呀，马桶带着丢丢啊，师徒两人俩神经病又开始发作了啊。这俩傻子每天玩的还挺热闹，还你看看，哎呀哎呀，家里只有这个马桶的徒弟丢丢啊精力旺盛一点，能够跟马桶玩了，只有他俩能玩到一块了。因为现在小黑小黄你看看，一个个给马桶被马桶给玩的，你看看啊，有气无力，昏昏欲睡，奄奄一息的，都是被马桶给造的。现在丢丢一个人扛掉了马桶80%的精力，我去，你看看啊，丢丢也是个虎，特别虎的一个虎妞，你知道吧，性格特别虎，特别好玩，跟马桶性格很类似，再加上马桶的调教带跑偏啊，简直就是马桶二号，天天把家造的鸡犬不宁的。你俩他就偷那个马桶的小黄鸭了，那边有个更虎的，小黑看到马桶跟女主跟那打架嘞，小黑不愿意了，哎呦我来，你看看，疯了没有？哎呦我去！哎，电脑真的！我去！他俩一块儿，你看到没？看到了。他俩一块儿。马桶去，小黑去马桶了啊！去马桶了，教育马桶了。马桶没脾气。马桶毛都炸了，还没脾气。啊！马桶炸毛了。行了，小黑，你俩别干架了，玩呗，你们一块玩呗，没事儿啊。你看他，他就会对小黑炸毛，对其他狗不炸毛啊。小黑每一次跟那个马桶干完架都要去。讨好他的，也不知道图了啥。对，也不知道图了啥。管闲事儿，我们就是老大哥。你看这沙发给我弄的，哎呀，干啥呀？刚才突然之间，我就看到丢丢跟那个马桶突然之间一块飞过去的那个镜头，哦，笑死了，可。你看他俩叼的袜子，又往上面叼了两只臭袜子，扔了。你看本来家里收拾的可干净，你看那一地。被他给我造的。丢丢你虎不虎？丢丢啊，丢丢啊，驱虫药吃过了还挠呢，一个比一个虎。丢丢这傻子刚才一下跳笔记本电脑上了，跳着都过马桶。你刚才他跟我打架的时候你没拍，就是他差点滑倒把我笑死了。小黑又不愿意了。小黑看马桶可看不惯，就是马桶不管跟谁打架他也要管。你不用搭理他了，你去吃饭吧，这群傻狗让自己玩吧。马桶，我看你们能疯到什么时候啊。哎，疯的这俩货，你俩再疯了，你俩去街头卖艺吧，好不好？你看看，哎呀我勒个去，哎呀我勒个去，服了 ，I feel you， 彻底服了，彻底服了，哼，一群傻狗，哎，不愿意搭理你们，玩吧。自己玩吧啊。